刘明，不说好今天早点回来给你过生日的吗？这都几点了？刘明，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刘明，你没出什么事儿吧你？啊，怎么一宿都没回来啊？你不接我电话，关机你？我给你同事、给你朋友打电话，都说联系不到你，你别吓唬我啊！ 快回信息。喂，刘明吗？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啊，手机关机，微信不回，还有你那个公司说什么交那个物业费又是怎么回事啊？你快点给我回电话啊，我现在给你交物业费去。刘明，公司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女士，怎么？你这张卡余额不足。你再试试这张。你赶紧给我回信息好不好？ 罗女士，根据您提供的行程单来看，您丈夫应该是已经出国了。应该，我现在是联系不上他，他把我这个微信已经给删了。我去公司找了他，发现公司已经关门了。您先生通知我们关门不再承租的时候呢，还有2个月的物业费没有缴清，后来就联系不上他了。 我觉得他可能是出什么事儿了，你要不要看一下这个监控的录像？行踪单上的另一个同行人叫温丽，您认识吗？谢谢。认识，这是我的一个朋友，然后他在 老公的公司上班。您看一下啊，这是机场入口的这个录像，您看是他们俩吧？刘明，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我那闺蜜温丽。哎，你好。 他最近刚辞了工作，准备找新工作呢。你那儿还缺人吗？咱们把他招了得了。我那儿缺不缺人，还不都是你说了算吗？<笑>你把我说那么强势了。哎，姐，爸妈，刘明跑了。 刘明，他带着我的一个闺蜜，然后两个人就跑到国外去了。他把公司给关了，把所有财产都转移走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有跟你们联系过吗？有什么事他不能当面解决，不能当面说，为什么非得要这么做的这么绝？这个。
英子，刘明为什么走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呀。你自己干了什么也不知道？我什么呀？你们结婚两年了，我们老两口盼了两年，盼什么呢？我跟他爸都老了，退休了，我们一心一意的要抱孙子。可听说你要当什么丁克？不是。 你要丁克，我们刘明不想丁克，我们也不允许他丁克。这不说，有个女孩喜欢他，愿意为他生孩子，那两个人这不就走了？当初我们俩结婚的时候，是他跟我说的，他就说我们俩丁克吧，我说行。 所以他走，你们都知道。知道。我多像候鸟，满世界环绕。 从来无处落脚，梦越来越远，渐渐的变成挥之不去的句点。我叫罗英子，今年28岁，我刚刚通过了司法考试，拿到了律师资格证。 对生活充满了期望。在我丈夫刘明30岁生日这天，当我在家里给他筹备生日宴会的时候，我的丈夫搂着我的闺蜜温丽出国了。机会和灾难就这样同时砸到了我的头上。 司法考试考下来了，以后姐也是法律人了。你刚才说实话是不是吓一跳？是不是？是吓一跳。我跟你说啊，真离婚啊，我就给你打一净身出户，你信不信？你知道这司法考试多难考吗？通过率7%，但姐就考过了，厉害吧？英子，你真了不起。那是，也不看是谁的老婆。哎，走吧。哎，对了，你今天早点回来啊，30岁生日。 咱俩好好庆祝庆祝。走吧走。飞，杳无人烟，以为的永远，原来不过是。 再看看你们的答案，荒谬至极！就这种水平，还想搞法律？你们觉得法律是干什么的？为盗良谋，混口饭吃啊！我的耐心也是有限的。
如果你们再这样下去，你们就退学，不要来上我的课。下课。你学可以啊，学费够我退的。就是，整天摆出一副为法律先生扇的样子，有本事别来挣钱呢。 祝贺！你不是通过司法考试了吗？对，谢谢梅先生。出事了。进来吧。 梅先生，丈夫跟人跑了，我一直都觉得我自己过得特别幸福，可是我现在才知道，我原来生活在一个巨大的谎言里，我身边全是谎言和欺骗，我的丈夫、我的公婆、我的闺蜜，他们合起伙来一起骗我。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我挺好的，这些日子我也不知道这些事跟谁说，我也没法跟我爸妈说。看来那张入场券真不应该给你。一个学法律的，通过了司法考试，遇到了事情却只会。 跑来找人哭，你这种人啊，就算是拿到了律师证，你也不会成为一个好律师。可是突然遇到这么大的事，你就给我出一点委屈。你说给谁听啊？谁有义务听啊？你能把你丈夫哭回来？你坐在这儿哭。 没准你丈夫和你那闺蜜正在转移，你那还没来得及转移的财产，你会被剥夺的一干二净。谢谢。你啊，还是把那个证撕了吧。走吧，我没你这个学生，以后你也不用来找我。走吧，走吧。不是，薇薇老师，对不起，我刚才是真的懵了，我现在就去想办法。 等等，人这一辈子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只要你不倒，没人能打倒你；只要你自己站住了，你才能打倒对手。 和伤害你的人，这是我过去律所的电话，他们正在招人。 已经通过了司法考试，去重新站起来，用法律保护自己。和以前一样，咱们不说废话，分案子。
张启怀故意伤害。小修分析案卷，列表展示检方证据 ，Lisa 配合整理初步辩护思路，王鹏准备会见材料。哎，下一个，周克俭重大责任事故。李明事故现场拍照，整理照片证据细节。吴迪拿监理日志，把事故前后时间段的内容整理好。张超联系承办法官，约时间汇报案情。下一个，王大福故意杀人。法院还没钱，不愿意接是吧？啊，都挺聪明的。行，这个案子我一会儿指派到谁的头上，累死也得给我接。啊，师傅，我先撤了。呀，秋姐，挺忙啊。进。韩主任，有事吗？秋华，坐下说。哦，我站着说就行。嗯，韩主任，王大福故意杀人那个案子，我想做。法律援助，顶多就一个补助。我知道是法援案，不过没关系，是案子就行。行。不挑活，肯付出。咱们律所的年轻人，我就欣赏你。那这样，你找个一年级或者二年级的一起完成，回头交给我。韩主任，这个案子不是事实清楚，检方证据也很充分吗？我就可以自己写辩护意见了。啊，最后开庭肯定还得您来，但是其他部分。我想试着自己完成这个案子。秋华，其实我有好几个案子都想带着你，那可都是有代理费的，为什么非要自己完成一个法援案呢？出力不讨好。再说了，比你早进来的实习律师都没有单独完成一个案子，我现在要把这个案子交给你，你总得给我一个交代吧。那就按您说的。我想想找谁一起做，等我找到了，我再来跟您汇报。哎，秋华。哦，韩主任。你一个月工资多少啊？底薪5000。哦，还有您发的案子的提成。怎么了？你这身衣服不好看，太素了。应该穿一条裙子。身材好的女孩穿裙子，那才赏心悦目嘛。你要是钱不够的话，我给你打点，换几身衣服。韩主任，我们工资够花，谢谢您的好意。对了，还有高跟鞋。腿长的女孩穿高跟鞋才可以显示出她的优势嘛。哎，你穿多大鞋啊？哦，我穿这个鞋便于工作。我这老跑跑颠颠的，那我先去忙了。记住，你得站起来，
重新活过，无论多难，都得自己活。王先生，早。啊，早，上班了。嗯。洛英子，白虎二十八年，居然被人坑成这样。哎，你看啊，这么宽的路咱都能撞一块儿，这不是缘分吗？没事吧？别说那个，哎，突然冰道你怎么开车的？有事着急了，不好意思。但你别急，我来处理行吧？你是哪保险公司？太平洋保险。怎么了？啊，太平洋，我富康的。哦，行，富康是吧？太平洋。富康。太平洋保险是吧？啊，我这刚刚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啊。出现场啊！不用不用不用，这现在是高峰期，又是交通要道，警察催了好多遍了，已经。提供车牌号可以的，北 AMN 七七幺。哎嘿嘿嘿。啊？车牌号？北 HB 零八六二。北 HB 零八六二。当然是后边这个呀，后车全责，他追我尾呀，妹妹。哎，怎么就你把电话给我？提供照片是吧？你把电话给我。可以的，没问题。你把修车时候用。好的。行，不就拍照片吗？谁不会？妹妹处理好了啊，很简单。不是，哎，你等会儿啊，我还没拍完呢，你等一会儿。不是，哎，不是，就这么着结束了？不是，我还没拍完呢，大哥。啊，不是，还有没有人管了？哎，有种你停下！七七幺，老娘今天第一天上班，你跟我玩这个，你等着。
哎，你好，请问您是夏淑律师吗？啊？对不起，你们认错人了。哎呀，错了错了，不是告诉你是辆商务车吗？哎，这这这，来来来来来。夏律师好，夏律师好。哟，这谁呀？至于吗？哎，小叔。嚯，早餐。排场够大的。昨天来接我。迟到了。去吧。真是二十四小号那一种。姑娘，可小心喽。您好，我是来报道的，我叫罗英子。罗英子，这边。嗯。你找个位置坐一下。哦，行，谢谢。没事儿，我们部门的工作还是挺轻松的，你不用有什么压力。等你爸爸来，一起吃个饭。哎，张律，介绍一下。您好，这是夏叔，夏主任的女儿，今天入职。好，方律。好，人齐了吗？哎，齐了。上去坐。好。各位好，欢迎大家加入梁成律师事务所，我是梁成所的创始合伙人方丽红。梁成所呢是一家大型的综合事务所，现在我们有执业的律师121名，实习律师30名。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律所的主要管理层：管委会主任陶正律师，监事会主任张志律师，我们的财务总监范一清女士，以及各位高级合伙人。律所的日常管理是由我作为管理合伙人，那重要事项呢是由管委会表决通过。我们律所划分专业部门，那各位入职的律师呢也会根据自己的意愿和业务特点分配到不同的律师团队，希望大家在梁城得到锻炼和成长。为维护我们的社会公平正义，为当事人的利益尽心尽力，再次的欢迎大家吧。老大，哎，这是新来的员工娜娜。哎，你好娜娜啊，欢迎欢迎啊。怎么称呼您啊？秋华。那我叫您师姐吧。都行，我也是实习律师，我现在给韩主任做助理。啊，师姐，咱们这刑侦部有多少律师啊？十来个吧，但是实习律师比较多。师姐，不好意思啊，我这刚来就问这个。我刚刚听那财务大姐说，这个咱们这公司除了5000底薪以外，说如果办案子，师傅还会额外发钱呢。有这事儿吧？那得看师傅高兴不高兴。师傅经常不高兴啊。那哪个师傅比较大方？也不是说啊，就这5000块钱真不够我活的。咱们刑侦部的师傅只有一个。这位，50万怎么样？50万行的话，我让受害者的家属出一份谅解书，对你当事人非常有利。50万，兄弟，50万这活我都想去干了。不，你也不看看我这边这当事人啊？你就算把他宰了，把他的肉卖了，你能卖出50万来？你再想想这事儿，是不是？我就说我东躲西藏，怎么都啊！不好意思，韩主任，打扰一下，分给咱们的实习律师到了。等等，怎么了？你认识韩主任啊？不认识，他对面那人是大政所的陈硕律师。他们是朋友啊？算是吧，他是来找他谈工作的。怎么了？你这是？我想上厕所。哦，那你赶紧去吧。哦，谢谢师姐，我先去一趟啊。快点回来。
凉水吗，三爷？哎，我就不明白了，家属想不想留一条命啊？想的话，把这家财赶快卖了，把钱给我当事人，我保证出谅解书。不是兄弟，这案子你挣多少啊？啊？刑事附带民事，你说我挣多少吧？主任派的活，你以为我想接呀？我年轻啊，我受压榨呀，我逆来顺受啊。你还受压榨？你这种人走在马路上不捡点东西，你都觉得自己吃亏了。但是这个案子我这边都法圆了，以前是为了正义，现在是为了什么？正义，当然还是正义。正义的底色就是最大限度的保护每一条生命。哎，对，是啊，对，我不是在厕所这儿等你呢吗？法院案不赚钱，咱为什么？为的是留一个名儿，你让你的当事人活下来，这名不就落下了吗？是不是？说的真好听，那王大福是故意杀人。不用往下说了，知道了。但就是建议啊，建议让王大福的家属好好想想这事儿。50万，便宜。哎，不是为了正义吗？正义是无价的呀。代理案子是有价的呀。你那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吗？啊，50万，30%，起码15万起。哎，行吧，行吧，行吧，老了，走了。老了，我送你，我送你。哎呀。走了，老同志。对，这是你的办公室，怎么样？还行吗？还行。哎，网速快不快？哦，也还行。那个姓夏的女孩果然让陶正抢走了。好像是分到陶律的事务部了。我就知道，当初那姓陶的要死要活的要当管委会主任，我就知道好处以后就是他和方丽红的，脏活累活我们干，好处他们得。知道就这么不公平，分到我这儿的都是下脚料。韩主任，实习律师到了。来来，进来吧，进来吧。师傅好。先不忙叫师傅啊，还不一定能带。你叫什么？罗英子。哦，法律专业毕业的？是。28了，怎么想起现在干律师了？毕业以后就考了公务员，但是后来还是想干本专业吧。我去年就辞了工作，过了思考。学那律师好赚钱是吧？家里是干什么的？我们家是岭南的，我爸妈都是做教育的。结婚了吗？这工作有什么关系吗？我这儿的规矩是，婚假按法定假期来，多一天算旷工。婚假期间还得随时待命，行遍部案件多，任务重，不养闲人。离了。你这推荐信没大良写的，后台挺硬啊。我是准备思考的时候在梅先生那儿学习过，后来找律所，就梅先生帮了个忙。好。秀娃，韩主任，你先带他去工位，熟悉一下情况，然后把给他准备好的案卷让他先看看。好的，韩主任，谢谢师傅。先不往教室，明白吗？哎，老张，我老韩。把那姓夏那女孩就这么给陶正了？我在方丽红那儿说话不好，是你不应该呀。
你不知道姓夏的女孩什么来历？她爸是咱省发改委主任，那底下得多少厂子、工厂、企业，那是多大的案源呢？你先整理一下。好，您忙吧。回家替我向你父亲带好。哎。这就是咱们部独立的会议室，那边那个房间是几个部共用的接待室，这一片就是实习律师的办公区了。咱们部的规矩是男主外女主内，男的在外面跑法院调查取证之类的，女的就在家做法律文件，最后拿到韩主任那汇总。这就是你的工位。哦，这些卷宗是韩主任让你看的。哦，这是正在办的案子吗？哦，不是，是已经结案了。啊，那给我看什么呢？估计是让你看看这些卷宗，然后写个点评，看看你水平的意思吧。哦，哎，师姐，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一个案子被肢解成了好几块，每人各管一摊，那最后办成了，这算谁的呀？这什么时候才能够独立办案啊？要的就是这效果，慢慢你就知道。我先回去了。你算问到点子上了。你是在跟我说吗？老韩就是故意的。哎，各管一摊，永远没有办法独立办，这样到时候分钱的时候他也不用分了。哎，那是不是实习期满转了职业就可以离开他独立办案了？这么跟你说，去年所里研究提了10个转职业名额，批下来了8个，知道咱的刑辩部几个吗？老韩做主，一个都没留。啊，慢慢你就知道啦。刑辩部，田平。啊，你好，罗英子。世界，他们说好与坏没有界限，善变不知有变。他们说每个人都会熄灭，何必要揪着痛问个真切，永远不知有缘。体面就学会告别，要期待上一个明天，怀抱着掏空心的却只有脸。看他们还在，你敢不敢爱？学会重来，昨天的眼泪这是我男朋友王良，这就是罗姐，以前在公司特照顾我。啊，你好。来，3、2、1。谁啊？来了。罗姐，您怎么来了？罗姐，要不然咱们出去说吧。王良，来客人了。这是，这是我老婆静静。不是，这是你太太。
什么时候的事儿？那你和温丽又是怎么回事？罗姐，罗姐，我先跟罗姐出去聊一下，回头我再跟你解释啊。哎，王良，你这有事儿要瞒着我呀？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分手已经快两年了。他说，你要把他介绍到你丈夫的公司去工作。你要是知道他没男朋友的话，怕你不放心，所以那天你们喝茶的时候就把我叫过去了。记忆里许多事情用过去，过去我们多有默契，失去的所有人里最怀念自己，不痛不惧，用沉默来代替错过的，我没多说一句，曾经我用尽力气，所以不可惜，天生会乐观的人群总在夜深人静自语，永远相信明天的和结局是我的超能力，唯一个借翻山越岭走很远才惊觉已过去，雨过天晴怎么算公平，歇斯底里的事离开不必非要证据，曾经我用尽力气所以不可惜，错过你成为风景，没做好有什么要紧，若世界显得拥挤，两强不履我依然独行，用热泪等执着回应，找回那个完整的自己，我会爱我再计算公平，计算。